我的关心的消息，需要社会各界爱心。这是一名妇人被红色来家暴离婚，身为单亲妈妈的罗姓妇人，在家己去租厝，李正经因为感染蜂窝性组织炎，加卡一支。现在每个月靠着4500块的津贴生活，但今年厕所被剔除，计时不好，公部门的送餐也被停止，烦恼食饭有一顿无一顿。为了囡仔的身体，不忍同希望送餐被救急。嘉义市关怀协会今仔日来探视嘉义市残障者服务协会会员罗美玲，予伊慰问金帮忙。由于罗美玲在18岁的时阵，正脚受伤感染到蜂窝性组织炎而截肢，又遭逢到伊翁婿来家暴离婚，目前还阁爱抚养着独囝，行动不便，拿着拐仔的伊在厝内中做手工纺织以维持生计。原本也有政府的低收入生活津贴7500块，支付母仔生活开销以及厝租的费用。但是今年元月就被剔除低收入户的资格，因为每个月减少7500块的津贴，生活陷入困境，伊无向外界寻求救援。在得知困境的嘉义市关怀协会，也想要来协助罗美玲来装大腿的义肢。那原则上说，如果有需要安装义肢的话，我们协会希望帮他装个义肢。罗美玲表示，一直以来受到天主教天灵妇幼社的帮忙，走出家暴阴影，领洗成为教友。但是手捧着欠缺销售通路，现在没人买，收入来中等。目前政府的送餐也被停止，三餐不计有限的金钱之下，只能吃两顿。伊的独子最近也突然胃出血，生活陷入困境。今年地收没通过而已啦。嗯嗯。就是说减少收入了。对，减少收入、我儿子哈被我哈，我们因为生餐都没有，没有办法维持，所以他说要被我饿到胃出血啊那样就。嗯没有钱看医生了，都是向我妈拿的啊。你现在最想社会来帮助你的是什么？看我的低收今年申请看能不能通过、啊、然后最重要是说看能不能让那个社会局哈、跟家计哈、给我一个那个复活那个送午餐呐、啊。我本来有午餐可以送。哦、是啊，为什么没有了？啊，就是被我低收。哦、不是被有人，真的社会局的小姐来跟我说。有人接着说，你的便当都是你妈妈在吃，不是。罗美玲深惊三顿不济，影响到伊的囡仔的身体。目前最希望的，就是有送餐救急困。谢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